Hello，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中国 boy 啊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又回来玩这个模拟山羊这个游戏了啊。那么这个游戏的话呢，它最近是更新了一个关于太空的 DLC，然后官方说这个是他们更新的最大的一张地图。哎，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 DLC 是关于什么的吧。啊，我看了它一下的那个它的那个介绍，就是说关于啊这个。关于太空殖民的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啊，我们来进去看一下吧。啊，我有些吃惊啊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然后这个地方是干嘛呀？我收集钱吗？啊，因为我是这个计划的组织者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哎呀哎呀，什么鬼？这个飞船就爆掉了，胖胖，我就降落了是吗？我就是，哦，我这是。我是外太空来的吗？啊啊，好吧，为什么这个地方我已经有1500多块了？啊，我是来到了地球上面，我现在要去筹一些钱回家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嘿，老头儿，给点钱呗！啊啊，不，他啊顶了一下，他就会给一些钱，那挺好的啦。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厅，这是干嘛的？你们都有钱是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分一点给我啊！啊，到时候，我回到了那个星球上面之后，哎，我就会让你们做我的这个大臣啊！只要你现在拿一些钱出来给我，对吧？这干嘛了？哇！来来来来来啊！快乐的太空小羊羊，Hello，前台小姐，你哦，前台老头，好吧。这个地方又干嘛了？我又不够钱了，是吧？我可以走这边啊，我可以走到外面去了啊！这就是在外太空上，不是地球呀！你干嘛？哦，那给我消消毒是吗？这平衡车可以用吗？哎呦，你干嘛骑到我身上呀？啊，这个不能骑呀！你骑一个给我看看啊！外星人嘛，你给个面子，你干？哎呦！你还不让我进去是怎么着？你就这个东西挡着我不会爬墙呀！你当我哎，这个地方有个大门，哎，你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哈，你们什么都没有看见，我进来看一下这个哪儿有哎，我有啊，拿了点钱是吧？不知道哪儿来的，就咚咚咚，就刚刚就爆了，这陨石吗？这东西可以拿去卖吧？啊，应该可以卖挺多钱的，你们都没有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宝藏吗？这个装的是钱，哇！你们为什么会把钱放在外面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来，烂了吗？不会吧？哎，我们可以飞起来，哇！地球，我们可以去地球吗？哎，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速度限制啊，80码，这什么鬼啊？有车会开过来吗？哎，小兄弟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要开车呀！满了啊，我又解锁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博物馆，嗯，应该挺有趣、挺有意思的。反正我就需要钱来解锁这些新的地方嘛。哎，智障，没有人给你喝咖啡吗？天哪，你还安慰自己啊，在这个地方放了一杯这个咖啡，假装有人陪你喝的样子。我的天哪，你太可怜了！哎，你去死了吧！哎，我真的是不忍心看到你这个样子。这个门可以打开吗？打不开呀、啊！我星战，what？激光剑，我可以用这个东西。喂喂喂喂！哇，你们会原力啊，把我弹走了是吗？我刚刚都没有动，你再弹我。哎，哇，他们好厉害呢！我能不能拿一个激光剑玩啊？我刚刚就在这个地方随便舔了一下，头变大了，我好尴尬呀！以前的我，啊，是比例是多么的完美，是不是？然后我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智障儿童，妈，智障山羊，对，妈的，这个感觉可以穿越了一样的，我们进，哇哦，这原来是一个餐馆吗？不会吧！太狠了吧！我又出来了，原来是一个餐馆。这后面
你们是卖羊肉的，我靠，这都是我的兄弟，你跑什么跑呀？都是羊，大家都是羊，你何必这个样子呢？对不对？哎，我是来解救你们的，你们不应该被关在这个地方。哎呦，兄弟你人呢？兄弟你人呢？我刚不是把，他是不是被烤熟了？因为他刚，哎，兄弟，我会带你出去的，我会带你，哎哎。再见，欢迎去地球哦。那个地方有我老妈啊，记得跟她问声好。那个地方还有一个，我可以飞到那边去啊。我怎么才能过去呢？我好危险呀，感觉。我要先解救了我这些羊的兄弟。嗯，走走走，把你送回地球地。哎，你不听话呀？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他疯掉了，去地球回地球去看医生了啊！回去看医生，哎，啊，再见！我在那边看到一头老母牛，哎，我挺好奇的，居然他们还要喝你的奶，而且都变成绿色的了！现在我要解救你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等等等，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可以进去吧？哎。我的 fuck！ 哎，我是从哪儿出来了？这是？哎，小兄弟，走走走走走，把你送回地球啊！不用谢我，来来来来来，好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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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们一个重力加速度就把它甩出去。哎哎，你还是不行嘛，我再顶你一下啊，再顶你一下，再见。我记得那边还有一头羊，对，这还有个兄弟，说走走走走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不要害怕，赶紧逃，赶紧逃！喂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哎，怎么又把它顶回去了？又送快递了吗？你这车我可以骑吗？哇，这骑不了啊！这是什么 TNT？ 没有爆呀？这东西不是顶一下就可以爆的吗？呀？这个地方还有长颈鹿，兄弟，你哪儿来的啊？你连衣服都没，哎，我的衣服呢？我记得我一开始有一个太空服的呀，啊哈，上面是个男的呀，来来来，钱给我行吗？给我，我给你扭屁股，耶，哦，哎，你怎么不给钱了？啊，拿来吧你，真是的，你钱多是吧？走这边啊。可以慢慢的上去，哎，我还说慢慢的上去，哎，哎呦，哎哎哎哎哎哎啊！哎呦，这是到博物馆了啊！我来上来看看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这里是陨石吗？我可以把这个陨石给怼下去吗？哇，真的怼下来了！哎，这是什么呀？What？ 这是什么梗？但是，哎呦，原来这只是一个东西，这是虫卵吧？弄在了我的头上，这是什么鬼？一个大蝎子吗？我也太可怕了！我以为我又要变身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我说我头大就算了，你还要给我变身？哦，哦，我按一下击键就有了，哇！哎，哇，现在是有车一族了，哎，妈的，我现在是有车一族了，好吧，哇，来来来来来，要搭车吗？啊，你不搭车，妈的，不给我面子，哎，等等，我现在要去找到那个，我那上面是在干嘛？什么东西就飞上去了？哦，飞船，飞船，飞，哎，没事啊，我可以，我找到地方了吗？啊，我可以飞上去的。我要当驾驶员了。哎，你怎么又下来了？妈的，我可以自己上去的好吗？哎，根本就不需要你这个东西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我当这个宇航员了，我可以直接飞出去了吧？啊？哦，哦，哇，怎么开？这啊？
我刚随便按一下，这个东西就自己飘走啦。我自己飞没飞起来，你自己飘走了。等。来啊，我们试试看啊，把这个石头放进去，你能变一个电风扇出来吗？来，试试啊！啊，你过来，害什么羞？进去，哎，进。进去啊！哦，会发生什么吗？啊，发生了什么吗？他存了好多钱啊！这下面都是这什么啊？硬币呀！妈的，可以传送吗？这是，我随便进一个看看。哦，哎。我是要下车吗？我这是在这有个小羊，我这是在哪儿？我来到地球上了吗？我还是来到这个宇宙飞船上面了？我哎哎。哦，好险！哦，我现在来到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宇宙飞船上面去，这个东西我可以开吗？感觉好酷的样子，可以开吗？开不了。这个呢？哦，我原来要按这个按键的，我可以开上去吗？哇哦！我真的能开上去就神作了啊！可以加加速吗？我这两边这个钮是干嘛的？哦，怎么吐出来一堆 CD 的盘啊？快到了！这红色的是干嘛？我的地球呀！你不会这让我做一个太空羊吧？我回去吧。还有船吗？哪还有船啊？没事儿。哦耶！加大力度！干嘛啦？我好像过界了，不能再往前面开了。我不信这个邪。哎，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模拟山羊的视频也就先到这儿了。如果说你们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那不妨点一个顶，或者关注一下我频道都是可以的。那么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了啊。那么我觉得我这一期在地图里面想看想做的东西，哎，已经做的差不多了，但是还有后续可以解锁的东西，我们到时候可能再会回来看一下吧。我不太清楚啊，那么就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可能来得及哦，鸭子全部吃完了，好，开始吃这种大鱼了。好啦，啦啦啦啦，这种音乐的风格有一种海盗的感觉，不知道你们听出来没有？我是这样觉得的啊，它的音乐风格有点像那种海盗的。